是不是正是清明时节，要去祭拜祖先，结出家风水灵，对面过了火灾。来了，这个饭咱第一碗一碗，感谢公主，多谢公主，这里叫花有何事情提起？对了。准备这天前往西湖祭祖，公主交代我遵命。
从来秀兰府中有一抹欢喜处往心间暖流嘛。哎，我才容易凶哦，刚在一宿凶的放一放我都记得公布啊，秀郎必定上班啊，真乖。好，好了。
大家非常尊敬，对着我们的教育非常扎根的林美雀老师，来再给他的成员一个热烈掌声。